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在昨天晚上，小编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实测了在日版要合成这个红娃，那总共用了九只巨人，然后反正总共就9+2+1，哦，11、12只的这个娃娃去合成这个红娃，但是全部都失败哈，3次机会的话都失败。那本来想说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应该。今天跟红娃没什么这个，应该是跟他没有什么这个缘分啊，本来是这样想，然后后来想说不对啊，今天这个感觉就好像有出红的这个感觉，然后我就回到韩版啊，想说今天的卡还没抽，结果呢，抽完卡的时候发现好像可以合成这个白绿变啊，可以合成绿变，然后我就把它点进来哈，点进来到合成这个画面的时候。乍看之下，本来是其实是有3张啦。那我以为，因为眼睛瞥过去看哦，想说好像有4张哦，然后就赶快按了这个合成哦，把丢卡进去，然后按合成。结果丢卡进去的瞬间，我忘记我身上有4张蓝卡，好、哦，我又忘记有四张身上有四张。本来想说要在下次实况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合成，结果按得太快，手速太快，按下合成之后啊、手来不及缩。那就只好看着那个画面上的那个卡片蓝卡这边转，就看到有红变哦，突然一瞬间这个闪电闪下来，哇靠，那真的是不得了啊，我完全没有意料到这个红变会在这个时间这个 moment 出现，然后呢就这样降临了一张红变哦，但是一开始不是这一只，一开始是这个撞那个警卫弓哦，然后我就在我的群组里面讲。说，哇啊，中了，但是我这个账号里面完全没有弓的职业啊，怎么办？我不可能再去重练一只弓，因为韩版毕竟不是主力服，不可能再去重练一只这个弓的职业，而且现在也没有充等的这个活动，所以练起来会很亏。然后我心里想着想着，最后还是决定说，好吧，那我去花个900钻，把这个我的。卡片把它重抽好了，好，然后重抽之后按下去之后呢，它就转一转，里面出现一张克特，我想说啊，糟糕，怎么又要克特啊？不会吧？后来这样子停，它转过克特了，然后就降临这张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忘记它的这个职业名称了。然后中了之后想说，好像还不是我最想要的啦，因为我比较想要的是，大部分是实挂嘛，所以攻速快的话当然是。越好啊，不过也不错啦，至少他不会再给我远攻的哈，所以这只的话算是打架还蛮不错用的，然后这个能力的话也算是跟克特的话其实有过之，应该说也没有说差很多啦，大概攻速的话两只都是98%，然后克特的话是有加这个 MR 跟减伤，那这一只的话就是打架用的，简单来讲就是打架用的，好，不过我觉得也不错啦，至少原本在日版没有欧到的。今天变成在韩版里面欧到，完全是个意料之外啊！手速点太快，啊，结果意外升红变哦，四张这个蓝色的哦，弄了很久啊，这个至少弄了从上次克特到现在啊，这样子应该有好几个月，3个月应该有了，3个月一张红变哦，这样子算是还不错啦，昨天的这个预感还真的是有红色的出现哦，结果竟然是出现在韩版哦。也是不错啦，好，那大家现在看到我变身的这个就是新的这个红变哦，我忘记它的名称叫什么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小编昨天意外来的欧气啊，然后也分享给大家。那如果喜欢小编的影片的话呢，也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然后如果说你有加入我们会员的话啊，记得要加入。那小编实况的时候呢，记得要来看啊，你就会有吸到这个欧气哦。好，那我们。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